1937年9月24日的中国上海，正处于一片战火之中。自8月13号打响的淞沪会战进入第二个月，22日，日军集中2个师团猛攻罗甸的左翼军阵地。至24日夜，国民党军第159师、第160师全体阵亡。也就在9月24日这一天，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昌月宫饭店忽然迎来2位特殊的客人，一位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另一位则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这2人是受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邀请，特意赶到南昌进行合作谈判的。这2个人的到来，意味着一支抗击日寇的新生力量新四军已经在孕育中。事情还要从3年前说起。1934年10月17日，绵延30里的江西省余都河畔，中国工农红军86000余将士正在紧张地渡河。当时并没有哪个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开始一次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史诗式远征——25000里长征。主力红军为什么长征？就是在这根据地坚持不了了嘛。我们的开始长征是属于北排的嘛。此时的中央苏区周边，国民党50万大军日夜攻打，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必须留下一支负责断后的部队。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肩上。当时，项英为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主力红军长征之后呢，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主要是3部分，一部分呢就是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第二部分呢就是由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三部分呢就是红6军团留下的一部分。这些部队呢一共呢是1.6万余人，加上伤病员呢还有3万余人。1935年2月初，处于极度危险境地的中央分局急电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请求下一步行动指示。此时的中共中央恰好于半个月前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遵义会议。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5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接到中央分局和项英急电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分别于2月5日和2月13日先后2次向苏区中央分局项英各同志发出万万火急的指示电报，史称二月指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部队要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则分散下去，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等等。然而此时由于先期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致使留守红军的防区越来越小。蒋介石发现仍有正规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命令18军军长陈诚调集陶志岳、宋希濂共10万大军加紧构筑封锁线，层层围困。
早已失去机动条件的留守红军，不得不在十数倍的敌军围困下拼死突围，战况之惨烈可想而知。接到中央指示后，1935年2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兵分九路分头突围。九路突围中，由项英、陈毅率领的红24师70团是坚持到最后撤离中央苏区的一路。3月9日，部队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发出请示突围行动的电报。在向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后，敌人已临近指挥部，项英下令立即埋掉电台，烧掉密码本，率红军24师70团按原计划向福建长汀突围，从此与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但红军24师70团在突向长汀的路上遇到敌军重兵堵截，牺牲很大。为了减少部队伤亡，项英、陈毅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转移。他们化妆成当地百姓，几经危难，于1935年3月中旬抵达江西游山地区。同中共赣粤边特委、赣粤边军分区会合。在这次的九路突围战中，瞿秋白、何书恒、贺昌、刘伯坚、阮孝先、毛泽潭、万永成、李天柱、李次凡等一大批党的重要领导骨干英勇牺牲，党和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九路突围后，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不数百人，不几十人，一路边打边撤，逐渐分散在南方8省，形成了14个游击区。从此，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频频围剿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红军和游击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他们经常出没于崇山密林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历尽艰辛。陈毅后来曾回忆说，3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2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像野兽一样。在那3年中，我只进过2次房子。就在南方红军游击队艰难奋战的时候，中国北方正经历着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1936年10月，3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同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获令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而此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政策的感召，
已经与陕北红军秘密停火。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派周恩来率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最终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自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就在谈判期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将中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然而，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谈判，却还困难重重。但是蒋介石这时候实行的方略呢，就是北和南剿，就是对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而仍然集中了40多个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的清剿。从蒋介石这个国民政府来讲啊，他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希望在这个国共合作之前呢，把这个南方红军游击队把它拔除掉，消灭我们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与长征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不同，南方八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地处国统区腹地，3年间不断发动攻击，国民党军虽然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法彻底剿灭南方红军，这成为了蒋介石心腹之患。谈判中，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共产党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个军的建议。后来，虽迫于无奈勉强同意，但坚持要任用国民党将领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来控制这支红军部队。在遭到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后，国民党方面又提出，什么时候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军长人选，什么时候成立这支部队。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选呢？问题就这样僵持下来。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僵局竟然由于一个人的出现而得以化解。1937年8月，周恩来参加庐山谈判后，在经过上海南京路新雅饭店时，决定向这里的中共联络员潘汉年传达庐山会议及国共谈判情况。在饭店中，他与一个人擦肩而过，周恩来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便转头回望，那人也几乎同时转过身来，两人同时都认出对方，惊喜中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与周恩来偶遇的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叶挺。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1924年，叶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叶挺率独立团奇袭汀四桥，攻占武昌城，所向披靡。
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1927年8月1日和12月11日，叶挺分别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叶挺辗转来到莫斯科，在海外度过了4年流亡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叶挺回到澳门居住。此次来上海新雅饭店，正是受党组织的安排来见潘汉年，不想巧遇周恩来。经过与叶挺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恩来说出了想请叶挺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并担任军长的想法。叶挺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此时的上海在进行激烈的淞沪会战，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正在这里指挥作战。叶挺特意和陈诚约见，谈了想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想法，并提出希望将这支改编后的部队沿用当年铁军番号，命名为新编第四军。对此，陈诚表示赞同，并很快上报蒋介石。让共产党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北伐中的老部下叶挺出任军长，曾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考虑再三后，命令叶挺马上来南京。9月28日，蒋介石与叶挺在黄浦路蒋介石官邸见面。这次谈话是从武汉汉阳兵工厂铸造的一块铁军牌匾开始的。蒋介石以十分关心的语气问询了叶挺的近况和想法，接着谈了一会儿时局。蒋介石突然问叶挺：你既然出任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否考虑恢复国民党党籍？叶挺从容应答说：既然国共两党皆要求由无党派人士就任军长，我若入党岂不授人以柄？蒋介石听了叶挺的这番话，沉思片刻，表示先放一放也行。会后，蒋介石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意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调用。会谈后，就在9月28日同一天，由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的委任令正式下达。但对于叶挺当军长一事，此时的中共中央却还一无所知。由于周恩来与叶挺在新雅饭店交谈时并不能确定蒋介石的态度，所以还未向中央报告。次日，叶挺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详细说了蒋介石已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的事。办事处的秦邦宪、叶剑英又惊又喜，急电延安这一消息。10月1日，毛泽东回电指出，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0月21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联名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叶挺愿来前面陈，已得合同意，于一两日后即启程。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937年11月3日，叶挺辗转到达延安。这一天，延安几乎全体出动，并专门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毛泽东详细向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交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叶挺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
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和叶挺任军长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就在叶挺到达延安四天后，1937年11月7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达3年之久的项英辗转千里也来到延安，并与叶挺会面。但与叶挺相比，项英来延安的经历要复杂得多。原来4个月前，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赣粤边游击区的内县黄老拐为山里送来了一捆报刊。在一本香港杂志《新学史》中，一篇署名朱清来的文章让项英和陈毅如见天日。这篇文章中引用了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摘要说，国民党在抗日形势下以被迫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项英和陈毅自1935年3月和党中央失去电台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心情无比激动。1937年8月20日，项英、陈毅以赣粤边特委名义致信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接到项英、陈毅的来信后，派专人将项英、陈毅接到南昌，谈判合作抗日事宜。这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江西南昌粤公饭店，迎来了两位特殊客人的一幕。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9月27日，双方达成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6条协议。当项英在南昌谈判的消息见报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董必武等才得知3年前失去联系的项英等人就在南昌。就在项英和陈毅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谈判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发来电报，对项英、陈毅两同志处先令董老派人联络，告以情况与政策。就这样，项英终于与中断了3年的中央再次联系上，并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西安转赴延安。11月8日，延安为叶挺和项英举办欢迎大会。当叶挺与项英在延安明确了两人作为新四军正副军长的关系后，随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先后飞往武汉。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成立了12天的新四军筹备处，两人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有50余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并遵照毛泽东军部第一部设南昌的指示，奔赴南昌，着手成立新四军军部。至此，新四军的组建已经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然而1个月前，蒋介石在南京官邸第二次召见叶挺时的谈话，却为新四军的未来蒙上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与第一次召见叶挺时的热情截然不同，一见面，蒋介石就声色俱厉地训斥叶挺，指责他去延安没有向自己报告，
对叶挺按正常标准提出的军费要求也毫无道理的一口回绝。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四军领导层清醒地意识到未来的路不会平坦，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